现在大概早上8:30左右，我现在在走路要去学校的路上，因为我们9:00要集合，我参加学校的一个活动，要去环马耳他嘛，就是因为这里有3个岛组成，然后我现在在马耳他岛，所以学校会有车子带我们去各个景点，然后介绍景点给我们，一样风有点大，今天是阴天，那到各个景点再分享给你们看吧。这是我们的学校，有2栋，东跟西，一边是办公大楼，一边是上学的地方，然后我在这里在等待那个车子来接我们，这样子看起来漂亮啊，跟我的室友们在这儿。这好像台湾的那种甜甜圈餐车哦，所以呢被吸引过来了，这是一些他们的传统小点心，所以呢我就买了，等一下来吃看看。这咬起来有一点硬耶，然后里面黑黑的是很像枣子的东西，野枣，它就在 date fruit right date fruit， 听说很营养啊，但就是不知道怎么形容它的口感呢，有点甜，太甜吗？反正好像没办法吃太多，而且想要配一些喝的东西。这是我买的第一个甜点，这是它另外一个制作方式，用炸的，然后里面一样是那个野枣，我比较喜欢炸的方式，因为刚刚那个很像甜甜圈的那个饼干有点太甜了，真的还是很甜啊，可是相较之下比较喜欢这一种口感，可是它咬一咬会有点苦苦的啊，这应该再吃一次就好了吧，不用吃太多次，很腻。甜点，马耳他的传统甜点，它叫卡诺里。我买的是柠檬 cream 的口味，它有很多口味哦，它有开心果啊、巧克力啊、香草。其实我昨天有吃过一次，它的饼皮是我喜欢的那种，就是脆脆的。但我不知道这个 lemon cream 吃起来会不会酸酸的，但其实它是偏甜的甜点。应该说在这边的甜点啊，都还蛮甜的。我们吃一口看看吧。脆的饼干，但它的 cream 味道太绵吗？就是还是有一点点扎实的口感，但是我觉得真的适合跟茶一起，就是配着茶一起，应该会很好吃。
跟早上那个甜点比起来，这个完胜。